来来来，请坐。哎，今天姐姐请坐。来来来，请坐。家里来客人了。哎，姐姐快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。啊，这两位啊，是我今天聚会的时候刚认识的。这姑娘呢叫小梅。你好。啊，陆总。这位呢是相面大师，吕大师。这个呀是我老公王志坚。面相不错啊。面相不错，哎呀，快坐，快坐，坐啊！夫妻俩面相都不错啊，真的，大富大贵啊！哎呀，老公，说我们大富大贵呢。啊，对了，今天小梅呀说有件重要的事要跟我商量，我呢就把他们俩请到家里来了。哦，什么事儿啊？ 一会儿再告诉你。哎，你在这坐着干什么呀？快倒水去啊！哦，没事儿，倒水。我老公就这样。你在这磨蹭什么呢？沏茶呢。哎，我告诉你，今天他们呢告诉我一件大好事，所以我就把他们请到家里来了。什么大好事？ 那个大师他不是说我大富大贵相吗？哎，刚说完，那小梅就告诉我，他们公司啊正在启动一个果园承包的大项目，这个时候入股的话呢，就是干股，哎，3个月后就有收益，1年以后就能翻番，到时候就坐在家里收钱了。你财迷心窍了啊！ 这么明显的骗人把戏，你都看不出来啊？怎么是骗人呢？你没听现在外面有人都说吗？有些人呢就是打着集资的幌子收钱，最后结局他会告诉你赔了，或者干脆直接拿钱就跑了。这俩人你了解吗？啊，他们公司的资质你了解过吗？他们跟我说过，他们公司很大的。 他们说了，他们说了，你就信呐？什么大富大贵，还大项目，还翻着番赚钱？他敢说你也真敢信呢？行行行行行，你干嘛呀你？两位，时间也不早了，赶紧请吧。不明白啊？走！王志坚，你干什么呀你？你家不欢迎，骗子。 他说谁是骗子呢？谁是骗子，谁洗你清楚。刘大姐，大哥是什么意思？你别介意，他不会说话。你坐啊。还坐呀？赶紧走啊！以后也不许再来了。你说不许来就不许来了？这是我们家，我说了当然算了。嗨，大姐，我们没事儿，就是这么好的投资机会，要是您错过了，可别后悔啊。他是忽悠是不是？ 是不是？哎呀，我老公脾气不好，你看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咱们下次再谈啊。